每周五晚八点来少年频道认领你的专属鲜肉。今天彩排，然后彩排，然后说完了。没有，我刚开始说第一句话，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然后那个那他也在录。好吧，从一开始，今天彩排，然后彩排，然后我觉得，我现在，我在生活中我总觉得没什么话说，真的。然后，舞台上见，把想说的话都在舞台上说了。我喜欢，他喜欢。I love you. He loves me. 好恶。She loves me.